着了啊。睡着，爸爸。姥姥是谁？喂，是谁呀？对了，您到哪儿了？哦，柯凡啊。好，不打了，不打了，到了，到楼下了。是柯凡吗？是你爸。我要和他说话。嗨，一会儿就到了，有话回家再说吧啊。姥姥，我爹最近很郁闷，我要和他谈话。你个小鬼丫头，还知道郁闷。喂，柯凡同志，我是丫丫。伟大的丫丫同志啊，啊，丫丫，也就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您到哪儿了？不瞒你说，你猜。哎呦，我说丫丫同志啊，你给我出的这道题啊，简直是世界上最难的奥数题了。你老爸就是头发都掉光了，也答不出来啊。柯凡，你都给丫丫准备了什么好吃的呀？你爸不会又是方便面吧？难说。爸爸。哎，丫丫。哎妈，走，吃好吃的去喽。真让你说着了，说着什么了？来，妈，您坐。哎哎，行吧。刚才啊，我在楼下都猜着了，你说的，饭都准备好了，肯定是方便面都泡好了。是吗？你们俩猜得这么准啊？你就不能弄个别的吗？老让丫丫吃方便面，这行吗？我也是啊，这方便面营养丰富。那是不可能的。柯凡，不是我说你。那你说。你是不是又跟妈妈吵架了？没有啊，你妈妈上班的时候好好的，没有什么异常。你发现什么了，丫丫同志？柯凡，柯凡，你简直就是一个可烦可烦的爸爸。你要是没跟妈妈吵架，妈妈会给我准备好多好吃的。可是现在只有两桶方便面，说明妈妈走的时候比你还郁闷。嘿，你还真有搞侦查的天赋啊，一进入现场就能洞察出爸爸妈妈闹过点小矛盾，不愧遗传了我的基因。你们俩先吃着，我去烧个菜来啊。哎，好，谢谢妈。听说过恐龙阿狸的故事吗？听说过啊，不过那还是上小学时候的事儿啊。看来你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吧？那个时候还没你呢。听，恐龙，字文举，东汉曲阜人也。孔子24岁，泰山都尉孔宙次子。龙7岁时，执祖父60兽诞，宾客盈门，一盆苏梨置于寿台之上，母令龙分之。龙遂按长幼次序而分，各得其所，为己所得甚小。父其之，问曰：“他人得梨具，为己独小，何故？”龙从龙对曰：“树有高低，人有老幼，尊老敬长，为人之道也。”父大喜。既忧心否？哦，如雷贯耳矣。你俩都不吃饭，在演啥戏啊？
妈回来给我上课，这可好，我女儿回来给我授课，更牛，真牛。知道我叫什么吗？不吝赐教。嗯，我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风箱没听说过。没听说过，以后就知道了。好了好了，就这方便面还浪来浪去的，快点吃了啊，我还得回去给丫丫老爷做饭呢。我跟爸爸闹着玩的，爸爸爸辛苦，当然要吃大的啦。我是小孩，就要吃小的。嗯，不错，像我的女儿。这是老爷教我的。哦。程冲，红支队，资料都拿来了，能找到的都拿来。啊，好。来，快坐。来，咱们开会。坐。哎，程冲，你们是从哪搞到的这个房屋图纸？啊，是贺参谋他们今天下午在现场测绘出来的。内部结构、外立面形状是那些原住户们描述的，基本上差不多吧。什么叫基本差不多？几乎完全一样。我们这个小张参谋到这个市房地产管理局的档案室里找到了一张当年绘制的这个房子的结构图，你看。你来看一下。不太清楚了，可是结构和式样完全一样。这是我们经过调查走访画出来的模拟图，不一定百分之百准确，但可以弄清楚起火前的基本情况。嗯，哎，程冲，要不吃完饭再开会。哎呀，程处，晚上怎么能吃这个呢？这怎么能行呢？哎，小张，你到那个天安饭店订桌饭啊。哎，红志，算了，先开会。好，好。哎呀，都怨我，怨我，怨我。红志，嗯，你来之前呢，我们先议论一下，有这么一个思路，我们呢跟你们先交流一下。不敢不敢，我们完全听程处的指挥安排。根据目前现场废墟的情况，想从现场勘查找物证查痕迹，看来可能性几乎是零。那么就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资料，也很难查找出真正的起火原因。那么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当事人、受害者楼里的住户，咱们展开询问调查。通过目击者和现场人员的描述，从不同角度来收集信息，再把它们综合起来，勾画出一个火灾发生前后的楼内人员状况的基本关系，然后运用假说推理的办法来设法还原火灾发生的情况。哎呀，这恐怕有难度啊。是的，是有难度。这就像一个瓷盘被摔碎了，又被人上去踢了一脚，残片四处都是，我们却要把这些碎片甚至是碎渣一点点找出来，挖出来。
然后再一点点的拼接起来，并把它修复，最后让我们看清楚这只盘子原来的模样。这怎么可能呢？我查学不仅是科学，还是一门艺术。第一次听说。火灾调查在很多方面与刑事侦查有所不同，火灾之后留下的证据十分有限，现场二度甚至三度破坏的情景常有发生，夷为平地的情况也不是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下，设法模拟还原现场，再从现场的具体情况去寻找起火原因、起火点，分析蔓延途径和火灾成因，是唯一可行的思路。只有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才会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OK， 拜拜，拜拜，拜拜。朱总，咱们有麻烦了。什么麻烦？我听市公安局的人说，他们要把客贩换走，另外再派人过来调查。查就是了。这怎么能行呢？客贩现在的调查结果对我们是有利的，如果再派人过来，他一定要重新再查一遍，万一呢？先生，您的咖啡。谢谢。我慢用。你这个消息准确吗？100%准确，是咱们在公安局里的朋友亲口对我说的。换人是公安的事儿，这个咱们管不了。不过那天田局长的那句话对咱们是很有利的，我相信他对任何经办此案的警察都会有指导作用。是哪句话呀？不排除意外事故。那既然他说不排除意外事故，那天为什么打骂柯凡一顿？柯凡的初步调查结果也是意外事故。给咱们做戏看呗。做戏？其实说白了，就是想在咱们这些外资企业家面前摆摆他局长的谱。这种官员我见多了，柯凡呢也有点不自量力，在领导面前显能耐，当头的还没有把这个结论说出来，他就先抛出来了。你说这个当头的他能高兴啊？他这种明摆着找骂吗？这么说咱们还是有希望闯过这一关的。希望是有，但是危险也一样存在。就看柯凡他给咱们下什么样的结论了。所以你和 VM 工程人员要做好随时出警的准备。那你呢？我在他们眼里
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楼里住户的情况。李家、吴家、张家、方家，尤其是这一家，房主朱三来，朱家。经过下午我们反复的核查，与支队火杀科当初调查的情况是基本一致的。当天晚上，楼里有八户人家，三楼四家，二楼三家，一楼只有朱三来房主一个人。死亡的三个人是住在三层没来得及逃生的，二楼五人均有不同程度的烧伤，目前全部出院。洪支队长，你有什么补充的吗？真没想到啊，就半天的时间你们就掌握了那么多的情况，梳理的那么清晰，我实在是想不出有什么好补充的。程初，你怎么安排工作我们全力配合。那好，明天这样安排，我们火查处的同志分成三组，周元、李兰重点去找二楼的住户了解情况。明白明白。贺小康、林峰，你们去找三楼的住户谈谈。是是。洪支队长，你负责协调街道派出所，希望他们不要干扰我们调查工作的进程。好的。明天还需要和房主见面吗？张参谋到。你先在外头帮我摸摸房主的情况，家庭背景、亲朋好友、社会关系，但一定不要惊动他本人，好吗？不惊动他本人，执行陈初的命令。明白。明天一天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对当事人的询问，从中分析出最初的火是从哪间房间里烧起来的，这是我们要找到的突破口。一旦这个突破口找到，就等于找到了打开大门的钥匙。告诉你啊，我不买基金，也不买保险，更没钱买房啊。柯队，看来您是让这个骚扰电话给骚扰怕了吧。你谁啊？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哎呀，我好失望啊。柯队，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是朱丹，威斯特亚公司斯特朱丹。哦，你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儿？怎么没事儿就不可以打电话了？我现在刚忙完公司的事儿，出来喝个咖啡放松一下，突然呢就想起了那天田局长来我们公司的事儿，心里总放心不下，一直想给你打个电话，或者呢找个机会咱们出来坐坐。哎，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儿。哦，那没事儿就好。不过你这几天没来公司，我们还蛮想你的呢。想我？笑话，我又不是你们公司员工，咱俩又没什么交情。没事儿吧你？没事儿，真的没事。行，那我挂了啊。哎，我说，你是不是按错键了？没有没有没有，我忘了问你一句，你现在不忙吧？啊，我是说如果你不忙的话可以出来坐坐吗？我很忙，有事儿啊。啊，那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你好好休息，注意身体啊。拜拜。
您被叫醒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我老公先起来的，把我给推醒了。我看到好多烟从门缝里往屋里冒，我老公说楼下着火了，快起来，快起来。那您看看，您是住在三楼哪一个房间？就这间，靠楼梯北面。我起来后拿了几件衣服，我老公打开门，好多烟和火就往里冲了进来。幸亏我离楼梯近，很快跑出来了，后面好像也跑出来一家子。那您下楼的时候楼梯上有火吗？有，二楼也是火，我的头发也给燎着了。你看我以前是长发，现在就成这样了。这位大姐，您也是住在三楼吗？是啊，当时我听见有人喊着火了，我就叫我们孩子跟我老公赶紧起来。等我们打开门一瞅，外边全是烟啊火的。那您也看看，您是住在三楼哪一家？我们住在这儿。对对对，就这家。当时我听见动静就往外跑，我老公还想叫我们里边老李一声呢，可是那块火真的太大了，根本进不去人，我们就只好先下楼。那你们跑出来的时候，后面还有人出来过吗？没有，就听里边叫喊声挺大的，然后那块儿也挺乱的，然后就我们都慌了神了，也没听准里头喊的是啥。哎，大姐，被烧死的那个一男一女，也是住那个三楼吗？是，他们是刚搬来不久，白天呢都忙着出去打工挣钱了，然后那个也没说过话。有什么就说什么嘛，把以前你给我们反映的情况再说一遍。几年下来挣的钱全没了，这啥都没了。你们的损失啊，我们已经很清楚了，我也很同情你，但是查不清火灾原因啊，赔偿的事就很麻烦，我们就是尽快来查清火灾原因的。哎，你们要是不问他，我这一辈子都不愿再想起这事儿了。你们一家人不是第一个跑出来的吗？那倒是。大姐，那你是怎么发现起火的呢？后半夜我呢是被对门张家人的喊声惊醒的。你家对门？是啊，也是我们一个村一起出来的，和孩子他爸呀在一个工地上干活。他呀每天睡觉晚就发现呢这楼道里头啊有烟，就使劲砸我们家的门，叫我们呢赶紧起来看一看是谁家的炉子没有关。你是说你们醒来的时候这火还没有着起来？不，已经烧起来了。这三户人家都找到了？对，而且都询问完了。死的是这顶头住的小两口。第三位死者是什么人？这个贺参谋去派出所查这事儿吗？处长。这个是我写的一些现场勘察的感受，你看看呗。看看。小林。你很用心啊，对现场痕迹的形状和变化观察得非常仔细。哎，这是咱们搞火查最需要的。你们在调查中一定要注意痕迹细节的变化和不同，比如烧得厉害的未必是先烧，易燃的东西往往是最后烧，而且烧得非常快。处长，我一直想问你啊，
就是那个6年前文体中心大楼起火的原因，您是用您创立的非可逆火灾调查理论查出来的吗？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反过来又指导我们现场勘查。嗯，这个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发现燃烧痕迹中某些特征是非可逆的，那你就能找到起火的原因。啊，简单的说吧，如果起火点是在下面，那它蔓延的方向一般是向上燃烧。在这个燃烧过程中，现场就会留下燃烧过程和蔓延的痕迹。痕迹的形状就像会说话一样，它会告诉你当时火势蔓延的过程和形态。掌握了这个规律，咱们就可以缩短调查周期，很快找到起火部位。那文体中心十几层大楼，您怎么能一眼就能看出起火点呢？我觉得神了。没什么神的，观察，观察再观察。那处长，当时你观察出什么了？我看到一个字母。字母？拿出来。正是根据这个燃烧的痕迹，找到了起火点。处长，您是说这上面的痕迹吗？你怎么把这个带来了？我最近啊，一直研究您，调查的机器收纳火灾。我向你学习，当然得研究您的调查思路。研究我的调查思路？对啊。坐下说。好。处长，那个学习绘画，那得临摹大师的作品；学习书法，那得临习名家名帖，从中才能体会大师大家们是如何一步步走来的。你说的对，搞火茶是吃苦受累的才是。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想一鸣惊人，轰轰烈烈，心气浮躁，干脆远离这一行。你看，这下面有一个 V 字形的痕迹。啊，对，就这个。当时我爬到对面另一座大厦顶层往下看，发现了这座起火建筑物的烧痕。这是一座即将完工大厦二层平台，也是大堂的顶部。我就顺着这个 V 字形的中轴线向西寻找，我发现了一些烟花碎片，我认定就是这些烟花碎片引燃了这座大楼。所以上级领导一致认为您的结案报告调查细致，论证科学，结论令人信服。火查人员就得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有这双眼睛，我们就有可能在众多纵火现场锁定纵火犯，给刑事侦查指明方向。处长，贺参谋回来了。哎，处长，这第三名死者的情况已经了解清楚了。你好，调查火灾的专家是住咱们的招待所吗？是啊。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走吗？咱哪知道，你进去问问吧。啊。从目前的调查情况可以确认，烧死的小两口是住在三楼靠里面北屋的安徽籍打工人员，另外一个死者是他们的老乡，离楼梯口都比较远。火从二楼烧向三楼的时候，离楼梯口近的两户人家，
首先被惊醒，先逃下楼。由于火势大，住在三楼的人也曾想过这三个人，但是被大火阻隔，就没再敢往里走。里边的住户被惊醒的晚一些，小两口也年轻一些，醒来后下楼逃生，而且已经有希望逃出来。那怎么没出来呢？他们被赶来救火的消防官兵发现的时候，已经死在了二楼到一楼的楼梯上，死的时候还是手拉着手。尸检报告证明，二人均为吸入了大量的烟尘，中毒死亡。可以肯定，完全没有逃生的尝试。如果拿个毛巾什么的捂住嘴，这场灾难就可以避免。因为第三名死者是从坍塌的废墟中被找到的，应该是还没来得及下到二楼的时候就已经被大火吞噬了。从三楼的调查情况来看，火是从二楼蔓延到三楼，而且火势非常的迅猛。跑得慢的就肯定没有希望了。走访过几个群众，他们都认为火是从二楼烧起来的，火往上烧把三楼给烧着了。哎，在那个楼倒塌之前，一楼基本上是完好的。红队啊，程处，这是二楼的住户王凤兰，也是第一个跑出来的。这位是部里派的火烧专家，是专门调查这次起火原因的。大姐，哎，你好啊。啊，你好你好，咱们见过面啊。是是是是，那天你们大中午啊，在碎砖烂瓦里寻摸呀，我都看见了。对对对，快坐。哎，好。林峰，倒杯水。好。春春，哎，支队还有点事儿，我先撤一下。忙你的。好。大姐。哎。还在吃盒饭呢？是，有盒饭吃已经很不错了。这街道啊，还挺照顾咱们的。喝点水。哎。是啊。大姐，天热了。冰箱没了，剩的饭就不能再吃了。啊，是是，您呐是大领导，咱这点事儿啊，您都放在心上呢。火灾情况查不清楚，赔偿款你们拿不到，我这心里也急啊。处长，王大姐是第一个从火灾现场跑出来的，她说的有些情况和当初的笔录不大一样，我和红支队长觉得还是有必要把他带过来和你当面谈谈比较好。王大姐，哎，您是哪儿的人啊？本地农村人。你出来打工这几年了？这是三四年了。来蓝房啊两年了。哎呀，那怎么不租个大一点的房子，宽敞点，租这么个老楼？嗨，这儿的房价不是比的地方便宜吗？房子旧归旧，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行了。咱出来打工挣钱呢，哪有那么多的讲究啊。刚才我们周树说你是头一个跑出来的。是的，我和我男人呢跑出屋啊，我男人呢就去敲邻居家的门了，我就领着孩子呀下楼了，还好这楼门啊开着，我就跑了出去，一会儿啊楼里的人呢都出来了。啊，你出来的时候火烧到哪了？我出来的时候啊，回头一看呢，哎呦啊，这二楼啊，这窗户啊，直往外冒火呀！眼看着这三楼啊就着了起来，朱老板出来的时候啊，脑袋还被带火的棍子给砸了一下呢。朱老板，住在一楼的房东？是他，他出来的时候啊，光是哭啊，可是哭也没有用啊，眼看着这房子就往下塌呀。你醒来的时候你都看见了什么？就听见对门有人喊呢，失火了。我醒了就闻着呀有烟味儿，
我赶紧把男人叫醒了，就下了床，看见这楼板上红红的，往上冒烟，还窜火。你不是住在二楼南头的那个屋吗？是啊，我们一来啊就住在那儿，房子啊宽大点，靠楼梯，上下也方便。你刚才说，你跑出来的时候楼门是开着的。是开着。那么平时楼门是锁着的？晚上住户们都回来后啊，朱三来啊睡前一定会把楼门锁上。以前楼里啊被人偷过东西，我们都跟他开玩笑，叫他物业公司经理。好在那天他没关门，我就跑出来了。跑出来后回头一看啊，就自己一人。你没伤着吧？出屋门的时候啊，我又回去拿了两件衣服，火把蚊帐都烧着了，我这头发还被燎了一下呢。结早结了，怎么回事？天局不是限期让你结案了？甭提了，有一个新线索一直没理出头绪，我还不想结。啊，想跟天局拧着来啊？我哪敢啊！是我自个儿把自个儿绕进去了。这话是怎么说？办案还把自己办进去了？我吧，总觉得有他杀嫌疑，但是又拿不出证据来证实，还想再等等。说的呢，这几天就为这个事纠结啊。可是田局呢，老拿这点事说事儿，我是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哼，没有证据就可以排除吗？也许啊，这种怀疑是你自己主观意识上的偏差。嗯，你自己想不了结果，也不知道这个结果客观不客观，就非要去证明它的存在，自己钻进牛角尖里，钻不出来了。嗯。你怎么说的那么准啊？当蛔虫钻我肚子里了。我呀，一听说你这个情况，就预计你是这个路子。咱俩这么多年，谁跟谁呀？啊？哎，我吧，我总觉得我这人有点儿，那叫什么来着？不行，强迫症。强迫症，对。我觉得一件事不对，我总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不对的根源。哎，你说找不着我就着急，你知道吧？你呀，这就是中邪的表现。不是，我呀，我是想把一件事办得尽量的圆满一些，哎，别让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可是田局呢，他不给我这机会，你看不给我这机会。哎，我告诉你个情况。也许对你结案有点靠谱。什么情况？我听说这个案子是原来开发区分局单局长亲自承办，已经有了结论了。这我早知道。你知道吗？天局干嘛催着你结案吗？不知道。燃情的热血。
谁诠释燃情的真是第一个，那这第一个出门的人是谁呢？他说他正在睡觉，是热醒的。这谁放的火呀？这是我们处长正在进行不可